2018年好像确实你们那一年没有太多的曝光。我们其实一直在埋头苦干，每天埋在所谓的小的这样的一个录音室，然后去一直写歌。有人会觉得公司把白兔放弃了啊？我觉得在你慢慢往上爬的时候，总有人想要拽你下来，总有人想要你坠落。在你应该说知名度很高的时候，所有人都会靠近你，但是到有一段时间可能就是可能只有两三个人。但是我其实特别感谢，就是这一年2019年的时候，我们做了这样的决定去参加的这个比赛，我觉得是我们第一个比较主动的选择。当时我觉得好像生活在慢慢变好吗？有的，然后也很珍惜，对。所以就我觉得算是把人生看得很透彻吧，就在那几年，就在我们实际年龄不该经历的事情都在那几年全都体验到了。年少成名同时是一件好事，同时也是一件坏事。我觉得当你红的时候，真的身边没有坏人，所有人都跟你说好话，所有人都在捧你，所有人都在称赞你。我觉得得接受一个由上就有下，但我跟他就是属于那种越挫越勇。但无论如何，我觉得从以前到现在，我发现真的很多事情到最后好像都是自己在承受。对，然后他人即地狱。我觉得不是说我们堕落，而是说有些人希望说我们堕落，他们喜欢很 drama， 从一个很美的东西然后直接摧毁它，然后唏嘘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可能那是人性吧。我们是来自新加坡的双胞胎团体 Lightu， 我是妹妹孙瑜，我是姐姐 Miko 孙涵。我们很喜欢唱歌、跳舞，还有写歌。这件事情我们已经坚持了14年的时间，希望大家能够重新认识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也看到很多关于我们的标签，我不晓得你愿意相信哪一个。如果将来的你愿意聆听真实的我们，我提前和你先说声谢谢。稍等，顺序反了。对啊，我觉得反了呀。我们要先说的是，我们今天一直在聊我们被对，然后你才说那个对稿，对啊，操纵的，被误是被操纵的。OK， 然后就开始跟我说了。被误是在被误就。来 ，keep 住。被误是来的是什么呀？不要晃。不要想。今天聊。会不会觉得到最后，曾经那些给你提出意见的人好像此刻也不在旁边了，但是你们承担最后这件事情的人依然是你们？谁呀？okay， 你理解我说的话我没有听懂。等一下，就是我来讲，出于很信任的一个关系，然后听了他们对你们所谓的好处那些东西，但是最后变成了你们来承受所有的伤害。伤害，而他们什么是他人即地狱？是别人选下地狱，对吧？就可能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别人对你造成伤害，但最后这个伤害落到你自己身上。对，对到最后他人即地狱。对，好。但无论如何，我觉得从以前到现在，我发现真的很多事情到最后好像都是自己在承受。对，然后他人即地狱。好，我等稍等，我觉得最后那个还是我觉得 OK， 是就跟你说对我们污名化的什么那个词儿，是不是？我们想要让 By Two 反抗那个偌大的体系，我们最终成为了那个体系。我们想通过 By Two 看到很多东西，我们最终看到了。我觉得在这14年以来呢，我们一直都是被操控的傀儡，连今天的稿子我们脚本也是提前对过的。我们是被操纵的傀儡，我们也是不被堵住嘴。有些时候我问自己，他们都在定义我们是谁，我们到底是谁？
的事情，那你问他吧。但我并不是特别想聊这些事情。前任，10年前，对，那时候我们真的挺懵懂，我们对恋爱其实没有那么多经验，对，所以可能但我也没有想太多，哎，当初对，在一起就是在一起。其实冲击最大的确实还是这张图片。P 图技术真的太高明了，现在，所以是 P 的图，最好办法就是走法律程序。你好像受这件事情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做了像自我伤害这样，蛮严重的事情。我那段期间其实根本都没有看网上的很多东西，因为我可能身边的朋友也都不会让我去，他们也是为了保护我。你用了多久调整好自己？没有算过多久，但可能我想一下，我真的没有仔细想过多久。可是下面评论没有放过你们，他们会一直在提，一直在提，一直在提。很多事情你说什么，你说再多都没有用。长文里面都已经说得那么清楚了，但大家就是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东西。那对你能怎么办，对吧？人心叵测啊。那你去拍这一组封面的时候紧张吗？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就他们说什么我就哦好，那就这样子做。对，当初在拍的每一张照片背后都是有人跟我们说怎么摆 pose， 或者是表情说，哎，你们这个嘴巴可能是要稍微松一点啊，你们不要皱眉啊，皱眉就是看起来太凶了，因为大笑会整个状态不对，然后眼神是那种放空的状态，就是从以前到现在我都一直记住这句话，然后微微一开就我大笑不行，不好看。对对对。所以你现在再重新看这张照片，你会理解到这里面有一点点让女孩向外释放性感的信号的那个风格吗？就开始会有一丢丢的成熟吧，纯欲嘛，对吧？对，纯欲风。像看到的你们的这个流变的过程，好像越来越倾向于把自己的就是身体啊、外表啊当做卖点之一。因为我觉得可能就是太小出道了，对，所以我们还没有完全有形成自己的一个完整的三观，就会变得很被动，已经很习惯就是听别人的安排。对，就是我们从小真的是从培训到出道什么一直都是怎么说，被骂长大，挨骂长大，久而久之我就已经习惯被操控了吧。好像是某一张专辑我忘了，就是反正我们提出就是一些意见，然后他们的反应是你们是不是翅膀硬了。所以我觉得可以说是一个被安排的洋娃娃。其实我们不清楚哪些伸过来的手是在帮我们，或是哪些伸过来的手是在伤害我们。我觉得艺人是商品啊，根本就是没有任何选择的权利。